刮刮乐，乐乐刮，乐乐爱刮，刮刮乐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乐刮日常，我是乐乐。今天给大家刮一本5块的票啊，中国体育彩票5元面值的《繁花似锦》。这个票的它的背面票面比较漂亮，一会给大家看一下。先看一下这个票号，这是13975000啊，然后这边是059，一共是6张，这是300刮的小票啊。它的规则就是刮出来金额就可以中奖啊，刮出来金额就可以中奖啊，两种变则。来，咱们看一下它的票的背面啊，就是《繁花似锦》，它是有中国10大名花啊，杜鹃、茶花，这有荷花、菊花啊，反正是花很多啊。咱们先刮票啊，好，看这个《繁花似锦》它的中奖怎么样啊？好，这是一个第一张开门红，两个啊，10块。这是一个10块，累计20，中10块。有一个5块，累计25，中5块。这边一个5块，累计30，中5。这是一个5块，累计35，中5块啊。那下一个，这是连空啊。35，这是一个5块，累计40，中5块啊。这一个5块，累计45。刚才是45吧，45，这是55，中10块。繁花似锦，55，这是一个60，中5块。这中一个20啊，2个10块，这是累计80，中20。这是一个85，中5块。好，这一个来了，这一个看这一张啊，这个报一个200的，相当 nice，相当 nice。这是3个50，150加一个50，这是200块，5块再报200，相当 nice 的啊。这样呢，这是285块，中200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个票可以了。好，来继续冲刺啊，这报一个200的话，我们继续冲刺看，还能出一个500不？再来个100也行啊。5块再报200，相当可以的啊。不过500的也有希望啊。285，这是一个5块，这样的话是290，中5块。这是一个10块，这是累计300了。这样的话，票我们是累计300已经保本了。这个票是300一包的票。好，下面出的就是我们赚的啊。希望能再爆一个。这是305啊。这是5块，310，中5块。
65块，315中5块，5块，320，320，继续来，这后面空的这几人有点多啊。325，怎么着也得有个5块吧？有没有？哦，没了啊！最后一个5块钱也没有，5块也不给。这样的话，这是我们报出一个200的额外啊。5块的票报200，相当可以了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了个拜。